今天的工作是保养一只超过20岁的老表。这款欧米茄星座发布于1995年，那时候的欧米茄还没有同轴勤奋机芯，采用的是经天文台认证的1120机芯。整只表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老主说闲置了许多年，这才想起来做个全面的保养，老表心待。让我们开始吧。
Thank you.